相信很多人都有养宠物的经验，但是有些人在这些动物们长大变老或是生病后没办法再继续照顾，便选择遗弃它们。爱它就不要弃养它，在这里邀请大家踊跃参观波提莱奥历史街区解忧人生装置艺术展，一同加入尊重生命的行列。也推荐大家收看国家地理的猛犬初级，经由专业摄影师的拍摄，将流浪动物们呈现最真实可爱的一面，并且帮助他们能够再次找回温暖的家。猛犬初级，9月7日起下午4点，锁定国家地理。